時候都聽到有啲人講咧，即係哎呀，我想自己出嚟做老闆啊！咁啊，尤其是打工打到都有若干年數嘅朋友咧，成日都徘徊喺嗰個界線，就係究竟我繼續打工好啊，定還是跳出嚟好？其實有冇一啲咧一啲先兆啊，一啲嘢可以幫到佢哋？嗱，一啲嘢幫唔幫到咧，亦都睇下自己嘅性格或者行到咩運嘅。咁其實我哋睇個面相咧，就要問下自己行到咩部位最好啦。嗱，我哋面相方面咧，要講三庭嘅上、中同埋下庭啦。你上庭咧就係呢個位，由呢個髮邊一路到呢個眉尾，咁你就叫上庭啦。中庭咧由眉一路到鼻。就叫中庭，下庭咧由呢個鼻一路到下巴咧就叫下庭。咁你睇邊一個位置比較飽滿同埋闊，咁嗰個年齡咧就最好。咁其實咧由呢度到呢個眉咧就係15歲到30歲。如果係眉到鼻咧就係31歲到50歲。如果係下巴嚟講咧，即係鼻一路到下巴咧就係51歲一路到老嘅到萬年嘅。咁嗱，如果睇下翠玲嚟講啦，你幾時比較適合自己做生意咧？咁你睇下嗱，其實你眉氣嘅係額頭，比起佢嘅中庭嚟講，中庭闊啲噶嘛，即係話過咗30做生意最好，你都要等多一排咯。哦，係啊，唔緊要，咁樣我唔介意等嘅都。好啊。最緊要係即係個機會同埋時間嚟嗰陣時候咧，咁啊發展得好好噶嘛。係啦，冇錯冇錯。咁我覺得咧，即係我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噶，咁有啲咧就好好倉促咁樣就哇唔理3721都好啦，就已經翁咗落去啊掉個錢出去做 business。有啲咧就好卻步嘅，咁所以你即係剛才都講得好啱啦，睇翻自己，咁你唔會冒然去一個deal係你自己唔熟又或者唔做足功課嘅咁樣，咁大佬多錢都唔夠你。咁有時都睇戲嗰一排咧，會唔會行好運咯？嗱，我哋有講啦，何之為官一舉超啊，未發言辭語含笑。嚇，你講咩啊？哦，就係咁樣啦，係咪？啊，以為咁啊，其實唔係語含笑嘅意思，即係話咧，其實係講嘢個方面咧，好 positive 嘅意思。哦，係啦，照字解字啊嘛。唔係照字解字嘅，即係話其實佢講嘢通常咧，嗰個人都係望比較 positive 嗰一面嘅。你聽嗱，有時你聽人講。佢成日怨呢啲怨嗰啲怨世啦，又怨阿媽怨老豆啦，冇頭第一桶金啦，嗰啲其實已經唔係語含笑咗啦。基本上10年之後你見翻佢咧，佢都係同你怨翻講翻同一番説話，咁啊即係自己性格嘅問題咯。咁啊好似啱啱之前你講過啦，升職未必加薪嘅，咁但係你做多咗嘢，自己學多咗嚇，咁吸收嘅經驗多咗，見嘅嘢多咗咧，如果咁樣睇法嘅話，其實真係為自己增值嘅咯。係啦，嗱，如果你係做老闆嘅，最緊要咧就要請得嗰啲工人去比較，可以幫得到你啦，夥計幫得到你，其實你運氣都好好多噶。嗱，咁你有講啦，何之員工黑舉主，我哋要睇下係咪鼻曲印破多聞流。咩叫鼻曲印破多聞流咧？你睇嗰個人鼻係咪曲嘅？如果係鼻係曲嘅，你係啊鼻梁曲咧，即係唔係就係正嘅啦，係比較彎少少或者曲多少嘅。通常呢個人咧就比較會即係我哋叫斜多少啦。唔係咁靠得住啦。唔係咁靠得住咯，因為鼻咧就代表自己本身嘅 integrity 嘅，鼻直就心直嘅。嗱咁我講，如果印堂咧就有紋破嘅嚟講咧，通常嗰個人成日好煩惱，睇唔到遠嘅，就睇嘅好短期嘅，佢要嘅係利益，佢唔會為咗自己前途而做嘅。咁好啦，咁講咗兩個生肖咧，就係屬牛同埋屬虎嘅，咁睇下佢哋行到邊個年齡咧，就應該睇面上嘅邊個位置啦。不如睇睇屬牛虛齡27啦，咁應該係睇邊度咧？係啦，嗱，我哋講27歲咧。短咧就好容易信人嘅，因為你睇 BB 生出嚟通常都係短㗎啦，就好容易信人嘅。如果長咧就疑心太重嘅，啱啱好就最好啦。咁跟住咧去到咧生肖虎㗎，譬如我哋講啊，啱啱講過51啦，50應該上翻嚟㗎啦。到50同埋49歲咧，就係睇呢個鼻翼嘅，係啦，鼻翼有冇肉啦，亦都代表你嘅我哋講橫財啦，其實講你投資運嘅。如果鼻翼有肉嘅而闊嘅嚟講咧，係揾錢運嚟㗎。即係咁樣。我唔夠闊，你都發得太大啦，係唔夠嗰啲闊正蛇闊獅子鼻啊嗰啲。咁我更加冇得好講啦。OK， 嗱，今日咧就講開事業啦，咁我都想代大家問一下，如果今年咧我想做一啲譬如係開張啊，又或者係一啲 launch 推介一啲新嘅產品啊，其實有冇啲靚啲嘅時辰啊，同埋日子俾我哋嘅？當然有啦，係4月2號。
四月點到呢個日子咧，非常之好嘅，亦都係一個成日，亦都係動工大吉日，亦都好多吉星嘅。嗱，你睇睇有咩吉星啊？有呢、這、一個武倉咧、喜神咧、月恩咧、三合等等嘅。係啦，嗱呢個非常之好啦。嗱，時間開張嘅時間應該係1:00-3:00下晝嘅。嗱、呢一日咧，貨個個都好，除咗屬蛇嘅唔好。好，留意咯嚇，4月2日1:00-3:00衝屬蛇嘅。係啦。好，如果萬一個4月2日又開唔到，咁點咧？係啦，萬一你屬蛇或者開唔到嘅，4月17日亦都得，一樣咁好。嗱，呢日有一條開日。開張啦，其實好好好㗎呢一日，亦都係動工大吉日嚟嘅，亦都好多吉星喎。有咩吉星啊？吉星咧有福口啦，天德、天官、月德、驿马、羊貴，犀利咧！但係咧佢衝猴，所以如果你係屬猴嘅、屬馬騮嘅，今日咧就唔用得啦。OK 嗱，四月有兩個日子啦，咁我就比較喜歡喺5月啊，因為我啲嘢做唔曬，咁所以我諗住5月先早開張嘅。咁你哋幾多要求㗎喎？咁唯有用5月24日啦。5月24日係咩日咧？呢個係？呢個又係開日，亦都好多吉星到嘅，又係動工吉日。有咩吉星到咧？今日？有武倉啦、月恩啦、有陰德等等等等。嗱，即係呢一日咧就好多貴人星嘅，記住1:00-3:00最好嘅。但呢一日咧就係衝屬雞嘅朋友，所以屬雞就唔用得啦。OK， 咁啊重複一次啦，就有4月2日啦、4月17日同埋5月24日都係1:00-3:00，分別咧就係衝蛇、衝猴同埋衝雞。除咗呢三個生肖嘅話咧，啊唔關我事，我全部都用得。如果你是打工一族，而屋企嘅大门咁啱落喺东南方位，咁就恭喜晒啦！因为今年官禄星喺东南，有机会升职兼加薪啊！如果唔系，都可以用水嚟动一动呢一粒吉星，嚟提升自己嘅地位同埋权力。而今年八字里面有牛嘅朋友，唔好意思，得一粒少少嘅吉星，但系就唔使担心，都要睇下只牛落喺年月日定时噶嘛。而属虎嘅今年就有天月贵人扶持，祝你时时醒，之但系就要小心身体，尤其老虎落喺日柱嘅朋友。开张吉日不妨考虑4月2日下午1:00-3:00，但系冲属蛇嘅，如果唔系4月17日都可以，呢一日咧属猴嘅就唔系咁适宜啦。Look， 我知我有四大吉星照住我，仙姑同我講啊話咧，今年四隻腳嘅嘢唔旺你，你只要避開去就冇事噶啦。但係人哋中唔中意另外一件事喎。左右得萬兩隻嫁唔出嘅咧，大家可以知道去揾邊位啦。你哋仲有冇醫生就好啲噶啦。